你平常会做菜给不会家人朋友吃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那你有自己煮过什么？大概一年煮个十次以内吧。我平常都自己乱看频道，乱煮。我觉得我这个酱汁蛮成功的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可以不？蛮好的。嗯。你觉得上次做个计划，爸妈是感觉有点匆忙啊？一个多小时内要把帐篷搭好，然后还要煮饭什么的。没事没事。哇塞哇塞哇塞！在家里也呗。那我没办法，一直都没用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嫩鸡胸，你快拿过来。我当鸡了。然后就让我爸妈等了一阵子，然后就手忙脚乱这样子。东西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、啊，不错。我先关掉。好了好了，刚好刚好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巨了，来吧来吧来吧。来吧